吃到这两个冰淇淋，就是这边不支持。哦，没有啦，我说刚刚就是在跟他对戏的时候，我不敢看他眼睛，因为我有一个病，就是看人家的眼睛看久了会想笑，也不是想笑，应该就算害羞吧，就不管看男生女生都是一样。那你演一个谈恋爱的一，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两人，我就死啊，对啊，你就死啊，对啊，反正我觉得我不会有那种，然后没有那么多想象，就一直在巴拉讲或者吵架，我之后跟你配合一下，我觉得一般六我们会是不对的。到底是谁啊？幸好你脖子没有两根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幸好如果落锁了，他说你干嘛？听到没有？ Oh my god！ 因为我超敏感，我超怕痒的。来，回原位了。你碰我脖子，我脖子不敏感。他可能就是我们新剧中饰演一只黑色泰迪，黑色泰迪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吃吗？小爸的兴趣是吃道具，因为小爸的道具很好吃。哎，你吃了第几只啊？今年吃了第二只了。一直吃，你看他一直吃，他第几只了？第三只。哎，刀哥叫我吃了。第三只了，我以为第二。刀哥，刀哥刚拿给我的不是我想吃的，我绝对不想吃哦。为什么你们又只碰我吃冰淇淋？这道具有罪吗？没有啊。这世界很酷。